老规矩。请问一下，这里是不是西街啊？啊！请问一下，这里是不是有很多很厉害的人呢？啊！对不起，我再请问你们，这里是不是有很多很厉害，然后很酷的人呢？原来西街的人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强。速度王尤亚一，自从西街恶人王尤亚一碰上来自美国的邪王之后，西街开始进入新纪元，西街的爱恨情仇马上展开。尤亚鱼的世界就如同摔角世界一样，只有两面，不是好人就是卑鄙无耻戴上面具的奸人。不要再打了，阿鱼啊，不要再跟他们打了，我没事了，算了啦，人家都欺负到我们头上了，这也不能都怪他们嘛，这要怪我自己，没事搞什么五分钟外卖，想多赚点钱嘛。我就说嘛，五分钟怎么可能送得到嘛。听到了没有，你们老板娘自己都这样讲了。我们西街人说话绝不夸张，说到做到。我听着放屁，不信啊，要不要来赌一把？赌什么？我下一个外卖五分钟送到，如果没送到嘞，这里的招牌就给你们拆了。不但要拆，还要你吃下去。笑你们不敢，
谁怕谁啊？好，不过如果我赢了，你们几个要把全西街的厕所都给我扫干净，用舌头杀你啊！老板嘞，我要一碗牛肉面，送到开封街482楼。快点！怎么办啊？哎呦，从新店到那里最少要15分钟，我看你怎么送得到。你死定了！5分钟。张大宇，又是你，天总。我的字典没有半个字，是被我当成了难受。搞些什么？哎呀呀，人紧紧握着他的手，看我到底何时出手。现在是9局下半，比数2-1，接下来这球是关键，绝不能出错。看你的。全西街的厕所都给我扫干净，用舌头。阿姨啊，真是谢谢你啊！要不要吃牛肉面？我请你。啊，不用了，要吃我自己会付钱。
姐姐，你不要学坏，快回来教我数学，我又不及格了。坏人，你若敢欺负银河姐姐，我必定以绝招收拾你。替天行道光明女子中学高二甲班班长兼体操队队长蓝玉玲刘叔。大白痴。想要跟你交个朋友，不好。为什么？我不跟娃娃玩。娃娃？这里不是你应该来的地方，快回家吧。Sure, I will be with you, guy.听不懂，一个字训啊！你给我讲清楚啊！你是谁？自己一天到晚乱接球，通通都闭嘴！上来啊你！你们丢不丢脸啊？输了就输了，还讲那么多？知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老是输球？那就是因为你们懒，立刻去练球。现在啊，还要练啊？嗯。哎呦，现在都已经开始放暑假了耶。而且现在暂时没有比赛，对，而且老实讲，我暑假想写一本剧本，我们可不可以等暑假完了之后再练啊？OK 啦哈。哎，练，马上去练，马上。你们都看到了，这就是我在西街的生活，追求刺激、速度跟冒险。这里是我跟我的伙伴平常在一起的地方，我们叫它203基地。在203基地里，各自有我们的小天地，有我的极速滑板，梅的拔美眉计划表，森的实验室，还有王星的剧本工作室。在这里自由自在，是西街里最宁静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嘛，自己不上课还跑来吵我们，神经病啊！现在摔人就这样子用力摔，我们是不会死的，死变态！哇！我爱棒球，棒球爱我。老板娘出事了。老板娘，没事吧？这孩子怎么啦？连妈妈都不会叫啊，只会叫老板娘啊。怎么样，吃饱了没有啊，心肝？哎呀，劫匪呢？哦，劫匪是吗？严格来说呢，不应该叫做劫匪，应该叫小偷。眼睛大大的，眉清目秀，哎呀，实在是太卡哇伊了。好可惜哦，去当了贼，真的是看上去一点都不像哦。要是他妈妈知道的话呢，一定会很伤心的。那个小偷到底在哪里嘛？啊，这么重要的事情我都忘了。哎，就是他，那个柜子。哎呀，扛着柜子的小男孩呢？哎，我一接到你电话后，我马上就赶过来了。哎，那个劫匪呢？跑了。跑了？怎么会让他跑掉呢？哎呀，你放心啦，我们嘉宇去追他了。像什么话？哎，
长北是我们警方的事情。小子管什么闲事啊？谁叫你这么迟来啊？还想跑啊？哎，你才多大？12岁吧？偷钱，没志气，要么就光明磊落去抢，偷鸡摸狗算什么？爸，有人欺负我！有人欺负我！哎，我警告你哦，如果你再哭的话，我就……爸，他还打我啊！他还打！求求你不要打我啊，大哥，你不要打我啊！啊！不要打我啊！我真的没有做什么坏事啊！求求你不要打我啊！不要！你干嘛偷袭我？你要不要脸啊？欺负小孩子！我不跟娃娃打架，你最好赶快走。我不是娃娃，我是替天行道的女侠。女什么？女侠？岂有此理！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一天是我用了九阴白骨爪逼得他对我出手，然后他再用一招天女散花反击打落了我的武器，最后他使出金蛇缠尸手缠住了我。当我反应过来的时候，我才发觉我们两个已经靠得好近好近。小心啊，女侠。认输吧，小女生。哎，小姐，这样拍立代表投降啊，他会松手的。Give up， give up。哎，他怎么那么固执啊？我不想伤害你，你认错我就算了。士可杀不可辱，你杀了我吧。想不到你这个小女生还挺有骨气的。好，我不杀娃娃，大贝，交给你了。妹妹，叫什么名字啊？变态！哦，你的同党呢？我怎么会知道？我又不认识他。那你干嘛帮他出头？我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神经病！你少神气，等我找到银河姐姐之后，一定会来教训你们。你就是那个替天行道光明女子中学高二甲班班长兼体操队队长蓝玉梨。怎么样，怕了吧？西街的二人王尤雅鱼。你知道我是谁？一个月前无恶不作，自以为是，到处惹是生非。这是我跟他第一次见面。虽然他满口武侠小说的对白十足没有女人味，但她却是我认识第一个不怕西街恶人王的女生。那时的我并不知道她将是我生命中第一个喜欢上的女孩子。这位女侠单枪匹马独闯西街，传说是为了寻找一个名叫沈银河的失踪援交妹，一个人不知道印了几百份寻人启事，在西街重复的不断的找寻着。不好意思啊，我刚才是开玩笑的，不好意思，跟你开玩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那二人王呢？哎，我是
骗他们的好不好？要不然你就有麻烦了。那些坏人也怕尤雅鱼，想必他是最坏的人。你跟他是好朋友，应该也很坏吧？想不到你还蛮会推理的嘛。我警告你哦，可别缠着我，我还有重要的事办呢。干嘛这么紧张啊？不过是个贪慕虚荣的女孩子。你说什么？我说这种女孩子西街多的是，只要给他们买个包包，他就乖乖跟你走，好不好？你很过分呢，你又不认识他，怎么可以这样乱讲？好好好，算我说错话好不好？你的银河姐姐是全宇宙最完美的好女人，可以了吧？不懂啦。对对对，我就是不懂，你们女孩子就是这么难搞。银河姐姐跟我说过，她是为了赚大钱养家才来西街的。她是我们学校第一名的自优生，三个月前若不是发生这件事，我们也不会认识。李霞闯荡江湖，怎么搞的？你不是已经答应过校长会在课堂上专心的吗？对不起，我知错了。老师，可不可以不要让我爸爸知道？就是因为你是蓝校长的女儿，所以我们应该跟你对家更严厉，你知道吗？还有，现在起你清洁地板，在这个星期放学后留堂，好好温习数学，知道吗？小霸王蓝玉璃，你又是谁啊？把我当妖怪，还问我是谁？你就是沈银河啊？算你聪明。既然你成绩这么好，为什么要罚留堂？因为我经常缺课。为什么？我跟你的交情还不至于可以跟你讨论这件事情。对不起，我太多事了。没关系啦，如果你有什么不懂的，你就尽管问。或者，如果你愿意付费，我可以定期上文芳的补课。那天下午，为了帮我补习数学，他开始帮我找书。你一定不敢相信，全图书馆的书他都读遍了，每一本书的位置甚至编号，他都能轻而易举地找出来，一点犹豫都没有。书我怎么看得完了？这些书看完，你的数学就会进步了。银河姐姐，银河姐姐，你看，80分。哎，玉璃，你这次考得很好哎。嗯，我从来没有想过数学可以那么有趣哎。银河姐姐，你好厉害哦。要不是你，我就惨了。我妈妈也常夸你啊，说你功课好，脾气好，又会教。她还开玩笑说，你比她还会教小孩。其实也没什么嘛，其实我的经验比别人多啊。如果你有7个弟弟妹妹啊，你就什么都会懂。就是因为他有生活的压力，他才会来西街工作。但他绝对不是你们想象中的那种坏女生。呢？哎呀，看这里！3天前他来过这里援交，我要在他堕落之前把他带回去。像他这么漂亮，肯定已经堕落很久了吧？嘿，讲话这么缺德，小心我不饶你！哎，对了，你跟恶龙王他们好像很厉害，认识很多人，帮我一起找银河姐姐好不好？如果你肯叫我 David 哥哥的话。或许我可以考虑一下。哎 ，Victoria， 你的眼睫毛是卷的耶。你是女孩子啊？身体上是这样说。那你干嘛去追求女孩子啊？有问题吗？当然，
是追求有问题，女孩子有问题，还是追求女孩子有问题？是你有问题。我童年应该有阴影吧，可怜的姐姐。哇，你叫谁姐姐啊？你应该比我大吧，我是应该叫你姐姐的啊。很恶心耶，叫我 David 就好。放心，我会帮你的 David 姐姐。不要，拜托。David 姐姐，你得过我这关才行，就是要逼我跟你斗就是了。好，我们来比赛花式滑板，如果你赢了，我们全西街人陪你去找你学姐。有道理。但是如果你输了，你给我离开西街，不准再来。好。该你了。好。过分吗？他根本就不会玩滑板的，就算你赢了他，你也胜之不武。你这个娃娃是秀逗了还是智障？我要向你挑战。你跟雅鱼斗滑板？人家可是国家未来的栋梁呢。哇，我是乖孩子，我今天有做功课。我不跟娃娃斗，你。亚鱼，被逮到了不可！停止！现在停止！我叫你停止！你妈的！有本事你就追过来啊！我今天怎么了？我怎么先干了？哎，你真的很闲哎，有贼不抓，老来找我麻烦。我是公司公关。哎，我又犯什么错了？有人报案了，说你们在广场闹事，噪音太大。妨碍安宁了，是谁那么大胆啊？就他。消毒的作用，来吧。真的吗？真的，我是理科生呢。嗯，这我倒分不出来。不过我觉得你一定是一个很爱读书的人。我知道，我这身打扮，你看得知道是乖学生吗？是吗？不是啦，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觉得说，像你这样的好孩子啊，不应该来这种地方的。谁告诉你我是好孩子啊？看起来不像坏人呢。有雅鱼才是坏人。对了，我想问你，娃娃是什么意思啊？
娃娃，嗯，就是小孩的意思。哼，我早就不是小孩子。什么？没什么。哎，对了，你家在哪里啊？很远。那你就要赶快回家，不然你爸妈会担心哎。他们根本就不会担心，而且也不会知道。为什么？没什么。啊，对了，不如我送你回家吧。不行不行，要是让我爸妈知道，如果男孩子送我回家，我一定会被骂死的。哦。不过，还是很谢谢你。你好幸运哦，可以赶上最后一班车哎！我要走了，拜拜。来这种地方的，谁告诉你我是好孩子的？看起来不像坏人呢、啊，有雅鱼才是坏人。上贴着爱会永远永远你说的女侠闯荡江湖之一西街罪恶城，西街充满罪恶，坏人最大败有雅鱼值得。开门！开门！心肝，家里没事吧？哎呦，家里会有什么事啊？那没事干嘛把门反锁呢？哎呀，这里治安不好，贼多。你说什么？喂！你弟弟现在在考什么什么英文考试，精神紧张，你做哥哥的就迁就他一下吗？心肝呐、啊！The future belongs to us young people. 怀威亚 ，We must prepare ourselves for the future by studying hard and by involving ourselves in meaningful causes.
膝盖，你的肚子咕噜咕噜叫了吧？嗯，正好救命。来来来，吃吧吃吧。哎呦，你看你才一个多月就瘦成这个样子啊，好可怜啊！老板娘，不要那么夸张好不好？我说啊，你们那个校长呢，真的是老糊涂。如果他说你跟人家打架开除你呢，我没有话说。可是他竟然说你偷东西啊，我什么都不服。你最近变得很阔嘛，买新书包、新球鞋，还吃大餐。那是我哥买给我的，我没有偷钱啊。是不是你哥偷钱？没有，他不会的。是不是要把你赶出学校，你才肯说啊？校长不要，我要念书，我要上大学，我更要做一个成功的人，我前途就掌握在你手上，求求你不要把我退学好不好？到底谁干的？你说。我真的不知道啊，校长。你跪着干什么？有点骨气好不好？尤雅鱼，你来干嘛？一人做事一人当，我偷的。哥，不会吧？我是出了名的坏学生，偷一点小钱有什么好奇怪的？哥，闭嘴！你们一对好兄弟，互相包庇，一起退学好了。不可以。什么？我告诉你，这完全不关我弟弟的事，他什么都不知道。我凭什么相信你说的话啊？尤雅玉，你在干什么？给你这个老糊涂做示范，暗箭穿心。我要把你们开除！你是坏学生，我尤雅华没有你这个哥哥，今后我跟你划清界限。干得好，尤雅鱼，我再次向你宣布，你已经被退学了，从现在开始，再也不准进学校。老板娘，你觉得你真的了解我吗？哼，不要说你妈咪我啊，整个西街的人呢都不相信我们家也会去偷的。如果你想干的话呢，你会去想，对不对？告诉我，你到底是跟谁讲义气，替谁顶罪啊？是我干的。全西街人都知道尤雅鱼是个大坏蛋，有什么好奇怪的？阿鱼，你怎么这么说你自己呢？哎呀，妈咪怎么讲也是个女人，真的不知道怎么教你们两兄弟才好。哎，如果家里有个男人就不一样了。哎，那我算什么？我说的是那种成熟稳重，说话像话，顶天立地，在家里呢会照顾老婆孩子，水路灯坏了会修，灯泡也不用老婆换的那种好男人。赏鱼，哎呀，有一个问题，我知道我不应该再问，因为我知道你一定会哭得很夸张。阿鱼，你就放过妈吧。但是我真的很想知道，有谁不想知道自己的？阿鱼，妈，我爸爸到底是谁？你告诉我。直到今天，我一想起你爸爸，我的心就很痛很痛，你知道吗？他当初就这样撇下我们母子，你的弟弟才刚刚出世啊，我们真的真很可怜，很可怜的。如果让我知道他是谁，我一定狠狠地揍他一顿。No， 不关他的事啊，一定是妈咪不够好，不值得人家爱啊。妈，怎么会呢？你们都嫌妈咪烦啊，他不喜欢妈咪有什么稀奇的？是我不好，妈，你不要哭了。好好好，我不问，我以后都不会再问了，这样子好吗？阿云，妈咪真的很对不起你们。
哪有啊？其实谁会在乎有没有爸爸？我一点都不稀罕。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谁那么老土？哎呦，我明知道你是最乖的。好，你不要那么肉麻了。早就叫你不要看那么多婆婆妈妈的电视剧。哎，妈咪今天啊，刚做了十套电视剧，非常精彩的，我去看了，没空陪你了，拜拜。就算没有爸爸，我也一样能够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你今天吃错药了，怎么会这么早醒？我还没睡好不好？又玩到天亮了。是你在放暑假，但是有机会去把妹妹啊。你看，这个正八。好。我的新目标。36 Victoria。老板，一碗干面。喂。哎，把你的臭鞋拿开，我在吃东西耶。这才不臭嘞，我才刚洗过耶。哎，走开。哎，你不要小看我的发明哦，这可是无线电接收器。有什么功能啊？等我研究出来，你们就知道它的厉害。那你什么时候替我发明一部万人迷，让我领导全世界所有美眉的机器？把美眉还能靠机器啊？哎，这可不一定哦。因为喜欢一个人身体所产生出来的费洛蒙和化学作用都有关系，如果可以研究出来其中的奥妙，搞不好可以成功哦。王星出事了。被坏人带走，我和弟弟妹妹这两天只吃了一顿饭，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才会。知道，我明白。你明白什么？这个小弟弟呢？他的妈妈呢？现在在急诊室里面，生重病，然后呢，昏迷不醒，很需要开刀。爸爸呢，在外面跟人家做生意啊，倒了一笔钱，结果被坏人给掳走了，到现在下落不明呢。弟弟妹妹还在家里，好几天都没有吃饭了。我说对不对啊？绝对证据。那你们警方打算怎么办？我跟你说，抱歉，我们是很想啊帮助嘛，可是呢，实在是无能为力啊。什么？来，小弟弟，来，把这个面包拿回去，给你的弟弟妹妹吃哈。不要让人家说我这个警察叔叔啊，没有人情味。啊？什么人民的保姆嘛？你说，又不让我们私下行动，那出了事呢又什么都不管，靠，就花我们这些纳税人的钱，对，是花我们父母纳税的钱，就有这些废物。好了，少。不要再浪费力气骂那些人。亚鱼哥，你们还会帮我吗？
约定就是约定，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身为一个男子汉，我们说帮就一定会帮到底。谢谢你们。对，乡亲父老，大家好，感谢大家今天来参加这场待会用得着表会，请投一号陈正文，一号陈正文，我们会做。哇，吵死了！打入黑金，消除政治恶势力。笨蛋，是天助我们也！难道你们没有看过《台风有五谷报晴天》啊？谁训报了？你是说拦路深渊？聪明啊！待会呢，我们大家就配合点，演一场戏，替这个小鬼伸冤。大家好，各位乡亲父老，大家好，是分组一号陈正文。我本人一定为各位努力打拼，为各位谋福利，打击黑金，消除政治的恶势力。各位乡亲，你们说这样好不好？谢谢，谢谢，谢谢各位，谢谢，谢谢。不好意思，陈议员，有人要伸冤。救救，救救你，救救我们！小辉啊，先不要哭，叫什么名字？张文迪。文迪啊，你不用怕，有什么事情慢慢说，叔叔会帮你。我妈妈生病，可是我们没有钱动手术。那你爸爸呢？我爸爸他被坏人抓走了，他们说如果不给他们钱，就要把我爸杀死。你放心，叔叔会帮你的。我和弟弟妹妹都很饿。放心，叔叔一定会帮你，这件事情就包到叔叔的身上。叔叔，我求求你，一定要帮我找到我爸爸，我求求你。像这种事情，实在令人太心痛。我们现在台湾真的是有病。各位，我们要提出办法，让台湾所有的百姓过个安定舒适的生活。各位乡亲，你们觉得这样怎么样？哒哒哒哒！第二代超强无线电接收器。第二代超强无线电接收器功能强大，不但可以接收，还可以录音，哈哈！我成功了，我成功！好嗨哦！录下来，录下来，录下来！美兰，美兰，我爱你，理想满怀。虎哥在这一带听说他势力非常庞大，哎，那文哥是谁啊？不知道，文哥。小姐，你贵姓？我叫九九。九九，哎呀，好漂亮！我先敬你酒，来，先干为敬。我是亲哥了。拜托你不要这样子好不好？臭婊子，自命清高！你敢欺负我们娘亲啊？阿妹。什么？要投资搞好，好好解释一下。是。求求你，我不是故意。滚开！给我拖出去！打烂香脸！拜托，我不是故意。四百块衣服拖出去！求求你！是，打我打烂香脸！拜托你！求求你！实在太可恶，我最恨这种变态。第一集。下流到爆！不如行动吧，伙伴们。你好狠啊！
怎么霹雳无敌痒痒粉撒下来会痒死人呢？快抓住他们要来的啦，快走，快点，快话取消啊！无罪不归，看我的！好，走，森，你跟我来。我，什么计划取消？是什么啊？今天西街那个赵氏，你可真是出尽风头。我看这次的选举，你铁定当选了啦。鸡毛蒜皮。我还没有正式出招嘞。今天那个小鬼，我自己给你花钱请回来了。原本是安排在下一次，没想到今天竟然跑出一个真的，那也无所谓啊。下一回我再安排个欧巴桑出来哭哭啼啼，那就好了。那些小孩子，我才不会去管他嘞，我不会那么笨的。那小子的老爸不是叫什么洪水的？洪水是不是叫张洪水啊？那件事情不会是你做的吧？他欠我钱，我把他给关起来。还是那个巴士厂附近那个旧仓库？黄氏。真是找死啊！让他们养养养会不会太便宜他们？对啊，应该让他们养养养养养养才对啊！求人不如求己，我看我们自己解决好了。没错，而且我们已经知道敌霸在哪里了。今天早点休息吧，明天早上我们在这边集合。就要再次出现。
进行 B 计划。什么 B 计划？就按照昨天晚上王鑫说的一样，我们到货仓前面那条小径装陷阱。不好意思啊，不是 B 计划，是宝贝之多星之天罗地网。好，开始行动。我的天地，你问我到底心中要些什么？我的天地竟然就是我。娘娘腔，智障，神经病，白痴，弱智，低能，现场主任，现场主任是怎么回事？你是讨厌的人吗？哦，啊！小姐，小姐，你是专门来捣乱的。那到底谁才是坏人呢？刚才是他，现在是你。不要乱来哦！全都多管闲事！你们这些人到底是谁干的？是谁干的？是谁干的？赶快撤退！哎，你爸妹，走走走，快，你们来了，快走走！哎，你要去哪？走了。哎，你要带我去哪里啊？闭嘴！到底要带我去哪里？哪里呀？我叫你闭嘴嘛！神经病啊，这很危险啊。哎，你发疯了是不是？
了你最喜欢吃的巧克力冰淇淋哦。真的吗？喂，这是我最后一次警告你啊，以后不准再来西街。哼，我明天、后天、大后天，总之天天都去，你又能怎样？好啊，那我以后就明天、后天、大后天，总之呢，天天都来，把你扔出去，直到你不敢再来为止。好，走着瞧。妈，阿妹，阿妹，你醒了。阿水，你没有被他们抓走吗？我没事，阿迪和他的朋友把我救回来了。儿子，妈，辛苦了。Reload 电影首映哦！哎呀，看什么电影啊？把票送人了啦！为什么啊？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走吧。这个问题简直是社会上一个大毒瘤，我们不能坐视不管。搞什么啊？你搞那么久啊？怎么样？还没找到频道？快好了，不要急嘛。陈议员，可不可以请你发表你替那孩子找回爸爸的事件？关于这个事情，我会尽力而为。再说，这是我们死者灾难，更何况我已经带那个小孩子，不会随便依附。我会督促警方，让警方很快来破案。所以，搞定了，搞定了。错，自闭情感，要从这个好好教训一下。有同意员呢？打扰了乡邻员呢？乡邻，求求你，是打扰大家了。求求你，求求。那小子跟老爸，叫什么？水的，他欠我钱。下台了，快下台了！下台了，下台了！守着。